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iHealth 爱健康公司洛杉矶的会员周欣怡，同时也是爱健康公司资深全球市场顾问。今天啊，要来分享一下我的真实见证。我服用爱健康的 NMN 已经有将近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，感谢 NMN 对于我身体的由内而外的呵护啊，真的是状态焕然一新。那么在前不久的健康检查啊，例行体检当中呢，发现我的数字啊非常漂亮啊，连医生都夸我，所以呢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心啊，有它就放心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分享两个比较显而易见在生活当中发生的见证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的头发，在二月份的时候我回台湾啊，见了很多的亲朋好友，那这些老熟人啊，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啊，居然都是哇，你的头发怎么又黑又多啊？那我觉得啊，过去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一样，但到了一定年龄以后，头发变成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。尤其我们知道现在啊，甚至很多90后的孩子们，他们呢都为了这个脱发的问题而苦恼啊，担心自己的发际线越来越退后。那么我们知道头发呢，其实它不光是脱发的问题，不光是因为压力啊，或者是因为内分泌的失调，同时啊，也是我们气血是否充盈的一个表现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肾气足啊，我们的肺气也足的话呢，你的头发就会特别的漂亮健康。所以呢，非常庆幸啊，就是说透过爱健康的这个呵护呢，让我的身体的这个好的状况啊，展现在我的头发上。所以建议大家，如果你有脱发的问题啊，你有秃顶的苦恼，不妨把 NMN 加入你的日常保养当中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我的指甲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已经有留了一定的长度了。但是呢，过去对于我来说啊，这个是非常奢望的一件事，因为在2019年以前啊，我有严重的缺铁性的贫血。那我们知道缺铁性贫血除了表现在容易疲劳，然后睡不安稳，同时呢容易苍白气短之外啊，在指甲上很明显的就会看到它容易断裂，容易脆啊，不容易留长，而且会有纵沟，指甲颜色很苍白。那么在经过这一年多的调养啊，今年呢，当我在重拾我的骨针这个兴趣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我不需要用假指甲啊，用自己的指甲呢，也可以把这个琴弦弹得铿锵有力啊。那这也证明呢，我的指甲啊，恢复了它的健康和坚韧。那头发跟指甲啊都一样，都是我们内在情况的一个外部展现。所以从这两点啊，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身体啊状况啊，真的是产生了不可言喻的一些变化。那我们也晓得，头发跟指甲呢，都是女性美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。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年轻漂亮啊，永葆美丽的话呢，真的是不能没有健康啊。那我们经常讲女人要富养自己，所谓的富养呢，绝对不只是买一些奢华的装饰，或者是追求生活的享受啊。真正的富养自己是让自己得到健康。当我们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好好的去治疗，甚至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防范于未然。那么 NMN 呢，真的是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，由内到外保持青春、美丽和健康的不二法宝。